欢迎准时收看《稳操胜券》节目。那今天加权指数啊小涨了4点哈，但是加权指数啊还是再创了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新高哈。那投资人呢、啊，在这个礼拜操作的重点，好，这个重点呢、啊，你要放在小型股，好，包含小型股在内啊。那后面要大涨的机会比较大，因为目前为止内资归队了，热钱的效益啊持续的啊在推升所谓的台股。目前为止动能的部分啊并没有减缓，所以说这个礼拜行情啊。好，再创所谓的波段新高，好，这个机会性啊非常大，所以说，这个电脑萤幕告诉我们啊，目前为止啊，这个加权指数是来到所谓的主升段，既然来到主升段，应该赚的钱，你就要把它放口袋。但是一鸣老师要跟你讲哦，今天开出来的盘啊，它叫做两点低盘，好，两点低盘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？来，我把时间倒回来，这一天是3月15号，这一天3月15号一样开出来盘是啊。它叫做两点低，好，那两天的两点低盘，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？好，两天呐、啊，好，我们看到两点低盘呐、啊，啊，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？这个什么样的意义啊？在我们开盘八法里面，哎，我相信我都给你写在里面，好，我都给你写在里面，在上升轨道里面的两点低盘，既然是收脚，啊，收所谓的红 K 啊，代表明天，明天这个地方。只要出现补量的话，它还是有机会啊，啊、哦，再创所谓的波段新高。也就是说，你判断盘势的一个看法，除了利用我们开盘八法里面的三点低盘，最后买点，三高中继转折，到今天为止的话，两点低盘再创波段新高，你也可以用单根 K 棒嘛，来看来做出个准确的判断哈、哦。那这个单根 K 棒在今天而言的话，我们往前推3天。两天长红 K 棒，一天所谓的高档啊，哦，这个所谓的钉子线，啊，这是属于一个高档钉子线，不是吊人线哦，啊，这个叫钉子线哦。这3天目前为止有没有出现空方讯号？没有。好，那一鸣老师要你留意的，这个柜买指数啊，好，短线来看你好像震荡整理嘛，但是以长期而言的话，它已经创新高了，我认为后面要大涨的机会哦，还是非常大。好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一样了哈，开放前面10位。好，因为上个礼拜没有拿到的人还是非常多了哈。那今天打电话进来的，记得哈，我们开盘八法，啊，八法十二式量价结构，啊，盘势的看法看开盘八法，讲义跟 DVD 会送给你，好，讲义跟 DVD 会送给你。另外一本教材叫做关键性的 K 线，好，那讲义跟 DVD 一样，好，前面10个名额打电话进来的，好，前面十个名额打电话进来的哈，包含谁的开盘八法关键 K 线两本讲义，包含谁的开盘八法。2片 DVD， 还有包含这个所谓的身心阴阳线，好，3片 DVD， 一共 DVD 5片，2本教材厚达300页，好，你有兴趣的，我们今天开放，好，前面10个名额，好，那我们来验证一下哈，来验证哪一档股票，来小型股的，来，原料药的部分呢、啊，我在3月15号提醒你啊，这档股票能不能够在盘中的时候，你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，如果说你去做出一个买进的动作。那我要恭喜你了，你在当天的盘市里面啊，这档小型股啊，生技股的部分呢、啊，你就赚到了一根涨停板。好，但是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嘛，这个大盘啊，涨跌幅啊不一致啊，也许今天的涨停，明天怎么样？明天就没有涨。好，也许今天大涨，后天怎么样就没有涨了。这个涨跌幅一定要有连续性嘛。所以说，你看到15号涨停板，16号一样拉到涨停板。包含17号，来创波段新高，好，连续3天都是大涨的，3天涨幅高达接近25%。我希望这档股票、啊、在所谓的筹码面的一个优势里面，你如果要长期操作的话，麻烦你看到周的部分，好，周的部分，包含月的部分，好，周跟月这2个均线代表长期的一个看法。好，如果说你要持续验证的话，欢迎各位，好，欢迎各位，这档股票是在低档区啊。好，低档区啊，跟各位来做出一个解释的哈、哦。那我认为很多的股票都是低档区布局啦，你不需要去做出个追高。如果说你的股票常常去做出个追高的话，我认为你赚不到钱。好，另外一档小型股也是一样啊、哦，小股本的，股本2.8亿，2月份营收成长，有机会赚50%赚1倍，但是股价一定要在低档区第一时间点，你就站在买方，不是等股价出现的一根涨停板，2根呢也有涨停板，然后呢？然后回档修正的时候你去买哦，绝对不是这样子哦。那苹果概念股我们常常讲到哈，27这可成哈，可成
今天上涨了9.5元哈，股价最高来到293块，好，293块钱的可成，啊，这个地方老师怎么样跟你说？这个地方是1月17号哦，1月17号这个可成的股价只有212块哦，212块钱的可成哦，涨到现在快300块哦，好，目前为止上升轨道没有改变哦，上升轨道没有改变的，有没有机会从200多块钱涨到300多块钱？好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但是在低档区啊，一鸣老师提醒你的。你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哈，这个时间点真的要回到之从前呐、啊，可成啊这个地方，啊老实说啊这个小量过大量，好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，小量过大量代表说筹码面非常稳定，因为之前出现了所谓的两次的停损量嘛，这两次的停损量都是停损在最低点，都是停损在220块钱以下，好那之后这个时候就有人跟一鸣老师讲，老师啊营收好像衰退呢，好像i8 的一个手机啊，它不用所谓的金属机壳了嘛，啊，现在都证明一鸣老师当时跟你讲的是对的嘛。12月份的营收成长，2月份的营收一样成长，毛利率跟盈利率没有改变，现金股利的部分还有机会成长。所以说，在低档区出现倒状反转，啊，这个看法上面哦，你如果老是听着消息面去做操作，你绝对赚不到钱。低档区出现倒状反转，3日之内两缺口，缺口上面有红 K， 我上面都是事先讲哈。没有跟你马后炮，好，这边都可以作为一个验证哈。我说啊，操作一定要讲证据嘛。如果你的操作是没有证据，你不用拿出来讲，不用拿出来讲。一鸣老师的操作一定有附简讯的内容，附有公开操作买卖的一个证据。好，这是第一次公开操作的证据，这是第二次一鸣老师公开操作的证据，这是第三次一鸣老师要跟你讲的。三次的操作可以帮你累积资本，第四次的操作，我们后面就不会在节目里面讲了。好，这是可成的部分。那2049的上影哈，来，目前为止高档哈，来震荡整理了哈。那高档震荡整理，你看这个 K 线的部分啊，都是属于小实体啦。好，小实体的部分代表多空在那边开始怎么样交战嘛哈。那低档区出现长红 K 棒啊，代表怎么样多方获胜，多方获胜，所以说这股价往上推升嘛。但是推升在这个地方会做形态的整理啦。好，但是这个地方你注意看哦。如果说这个地方有机会形成一个倒状的小反转，甚至出现所谓的跳空的缺口啊，这个地方量的部分呢、啊，有机会补出来之后，这个股价啊，目前为止哦、啊，你从低档区开始算哦，还没有涨到一倍哦，还没有涨到一倍哦，这个股价啊，你要小心啊，是不是低档区跟你讲的？来，我相信这个证据都会讲话了。好，低档区出现停损量，一秒是非常注意这个停损量。这个形态叫头肩底，好，一个讯号，两个讯号，出现攻击的讯号，三个讯号，攻击量，好，三线翻红，第四个讯号，站在买方，站在买方，产业的一个趋势往上走，你要注意到这档股票，机器人商机，除了2月份营收成长，3月份有没有继续成长，甚至在第2季的时候，好，我们看营收有没有机会持续往上冲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认为股价目前为止哦，好，绝对不是一个。高点了哈，我说过了哈，买卖要讲证据啊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不要拿出来讲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不要拿出来讲。一鸣老师讲股票，一定附有简讯。第一次公开操作，第二次公开操作，好，包含第三次公开操作，好，三次的一个公开操作，我相信我对我的会员是有所交代的。好，那产业的一个基本面，你看到这边哈，上半年来它的订单是满载的哈。我不希望说你听到这个消息或者产业基本面的一个讯息啊，你自己去做动作，因为你们做的动作很奇怪啊，低档区不去买，非要等到高档区啊，听到所谓的订单满载，可能有所行动嘛。我希望的是说你在低档区布局啊，绝对不是在高档区啊，你去做这个追价啦，高档区去做这个追价，你只能做点价差，你在低档区布局，你反而可以大波段的一路的吃到底。好，这是一鸣老师所希望的哈，包含来华星光在内哈，低档区的华星光要做动作，看到低档区低档拇指内棍三红，啊一红吃四黑，这个地方就是绝佳的一个买点，这个买点产生之后啊，来看到这个地方，股价就直接上涨了，好，股价就直接上涨了哈，那这个地方走 V 型反转以后的 T 沿呐，出现所谓的增量的一个缺口，这个地方会大涨，这个地方会大涨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完成了之前的操作之后，我们最近的动作就是，请你在华星光定价
39块钱上下两档，三档啊，39元上下三档布局成功。当你布局成功之后，隔天直接拉涨停，直接拉涨停。当你布局成功之后，一鸣老师绝对有恭喜你，啊，有恭喜你。买卖讲证据了啊，这是我们近期以来的，好，先做获利了结的动作。这是我们今天发给会员的简讯了，好，后面的简讯内容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，好，再一次的公告哈。那对于我们开盘八法有兴趣的哈，要知道明天的盘势，好，因为今天开出来盘势嘛，它叫做两点低，两点低，好，两点低盘，这个两点低盘来注意喽，跟3月15号的两点低盘，这两个两点低盘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性？如何来判别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点？好，我相信我在我的讲义、教材、DVD， 好，你翻到第八页，我们这本开盘八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告诉你两点低盘多方式怎么操作。看不懂的，来备有所谓的开盘八法的 DVD 两卷，两个小时。股票看不懂的，来神奇阴阳 K 线，两本交易500页，两份 DVD， 5个小时，欢迎各位。好，今天开放最后一天呢，好，开放最后一天呢，就10个名额啦。好，你有兴趣的，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哈。那另外要跟上我们脚步的哈，请记得我们今天会开放这张股票，我们今天会开放这张股票，龙头股资讯服务的，目前为止还没有涨，赶快来做出个布局的动作。现在还没有涨，赶快来做出个重压，我说重压哦，单股锁单哦，有机会不排除哦，这张股票有机会。3个月到6个月走势里面有机会涨50%哦，有机会涨1倍哦。好，今天开放给各位打电话进来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在股市安身立命的所在，10月9号今天，神奇阴阳 K 线加开盘八法隆重推出。韵达投顾严老师独创标股技术班，教您运用神奇阴阳线和开盘八法，精准介入买卖点和转折方向，立刻预约您的致富人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办理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！那本周的行情啊，就是来到所谓的台股的一个主升段。那目前为止的话，应该要赚的钱，好，一毛钱都不要放过，好，一毛钱都不要放过哈。该做多我们就做多，啊，当然这个盘是反转，好，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做出一个放空操作嘛。目前为止3根 K 棒告诉你啊，2根红 K 棒，1根所谓的钉子线，2红加1钉啊。这个地方啊，绝对就是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一个多方走势嘛。好，你既然没有看到任何的空方走势啊，那你就是做多。啊，那明天的盘是怎么判别？我说过了哈，今天是3月20号，
回到这一天呢、啊，是3月15号，3月15号一样出现两点低盘，今天3月20号一样盘势是两点低盘，两天的两点低盘都是属于一个上升轨道里面出现的，所以说这个里面操作、哦、困难度不是很大，困难度不是很大，我们给你写在开盘八法里面，我们把这个要诀啊写在开盘八法里面，开盘八法加上 K 线，两本讲义总共500页，再加上开盘八法 DVD 一份，再加上神奇阴阳 K 线，好，3片，总共5片的 DVD， 2份的讲义教材，我希望真的能够帮助到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们，我真的，我希望能够帮助每个投资朋友们。这是一鸣老师啊，在股票市场里面20年来，好，我把我所有的经验的累积，通通化作 DVD 5卷，好，2本的讲义300页，我希望真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的投资朋友们。好，这是一秒的心愿啊，当然名额有限，好，大家有兴趣的，好，直接就打电话进来。好，那我们持续来验证3346这档股票，来，它叫沥青啊，这个股价创高之后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上影线部分比较长，你要注意哈，那拉回这个多方走势有没有改变哈？我相信这档股票讲很久，这个股票有时候是涨不停的哈，好，股票有时候涨不停的，但是你还是要回到从前嘛。就像我们近期跟各位讲的1799的，来，这样股票叫易威嘛，易威的股价在低档区潜伏底，你要站在买方嘛，一天两天三天创新高嘛，你自然而然可以赚到钱嘛。3346的沥青不一样啊，它是属于一个波段股。啊，波段股在低档区要布局，拉回找买点，上升轨道没有改变，好，一样拉回怎么样？好，要注意嘛。沥青的股价，我相信我讲得非常清楚啊。低档区布局，拉回修正找买点，量缩的时候是最好怎么样？布局的一个时机点啊，这个地方占买方啊，你就是个大赢家，你就是个大赢家。这个地方你拉回修正啊，好，去做出加码，你还是一个什么大赢家？这个地方去加码，你还是赚钱嘛？为什么？因为趋势没有改变，因为趋势没有改变，啊，营收成长的股票，它是有机会反映到股价，啊，沥青的股价在近期啊，一样再创波段新高。好，那代号8358的，来，它叫金居啊，金居目前为止最高价63.1啦。那老师问你上升轨道有没有改变？那既然上升轨道没有改变嘛，那你要不要站在买方？你要不要站在买方？好，这是你要考量的，你是应该买在低档区，对吧？买在拉回修正嘛，上升轨道没有改变，这种股票就属于波段操作啊。接下来你去看一下营收嘛，营收大成长的股票，你认为要卖得太早吗？我认为除了低档区布局以外啊，这个叫潜伏底啊，来导播拉近啊，我们常常啊在节目里面听到看到这个潜伏底啊，潜伏底成型啊，这个量的部分没办法出来啊。这个地方补量啊，来拉远哈，补量的话是有机会大涨的。好，金居的股价，你看从33块钱这个地方，啊，从33块钱这个起涨点这个地方，涨到创新高63块啦，63块，上次跟你讲才46块啊，现在来到63块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但是上升轨道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。我先讲哦，有操作一定要拿证据哦，来简讯哦，我们2月6号一定有发简讯。我们2月6号一定有发简讯，把这4个题材告诉你：车用锂电池行动装置，包含高速高频，包含所谓的铜箔基板，这4个题材，我相信对你的操作应该有帮助了哈。有人说买不到，不会吧？这个地方买得到吧？啊，这个地方也买得到吧？那时候股价只有40-50块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开盘的时候一样买得到嘛？那股价创高、啊。股价创新高，应该每个人都赚得到钱啊。好，那光通讯除了所谓的华星光，啊，华星光股价创高嘛，还有哪一档股票？啊，低档区的联雅，好，联雅的股价在低档区，你要找买点。低档区要找买点，包含原物料的华电也是一样。好，华电近期的股价一样哦，非常强哦。来，来，这个地方啊，创高，创高以后拉回修正。创高拉回修正之后，目前为止又要挑战前高的位置区啊。如果前高位置区一过，补量上攻，代表这个地方的压力啊完全解除了。所以说我讲很多的股票不是涨5成、涨1倍能够处理掉的。
我之前在涨38%的时候就跟你讲，老师我跟你讲不，有些股票会倍数翻，不是涨50%，涨一倍，因为它是呈现阶梯性的一个上涨，筹码面的变化它是属于一个补量上攻，波段的操作一定要看到所谓的周线的一个变化。好，跌新底看量补量上攻，我相信这是最完美的一个走法了哈。但是哦，我们拿这档股票来，它叫华电，啊，跟1909的龙城来比较，我相信这个差很多了哈。哦，龙城涨了一倍，是28块嘛，然后再翻，啊，涨到34块钱。华电的部分啊，会不会有比价的效益啊？我不知道了哈，股价一样很强啦，13块钱左右了哈，涨到29块钱，也是超过一倍了哈。但是有些股票是属于先发先至，啊，比如说这档股票1909的龙城啊，它是属于一个先发先至啊，股价先行率先上涨，好，这个叫先发。那有些股票是属于后发先至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看到华电一样，哦，它明天才要挑战前高嘛，跟龙城啊不一样嘛，所以说同样是一档标股，都是涨50%涨一倍的，可能速度上面哦，它有比较快跟比较慢，好，这是华电的部分，小心哦，明天要挑战前高，好，挑战前高过了之后，后面就没有压力了，好，这是龙城，低档区的龙城，一鸣老师跟你讲的，啊，现在有没有验证了？原物料大涨，美国、大陆的废纸浆目前为止成长性非常好，6年以来，啊，它调涨的幅度可能近期以来是最大的，包含台湾加上大陆产能的部分。它是增加的哈，好，这是一鸣老师所希望能够带给你正确的所谓的产业基本面的消息，好，技术面找买点，好，这是一个成功制胜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。另外，股价的一个修正你不用怕，股价修正有人赔钱就一定有人赚钱。当你买在700块、600块钱的号顶，你是赔钱的；当你买在低档区226元这个地方的号顶，我希望你是赚钱的，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位阶的一个判断，位阶的一个判断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当然，苹果概念股哦，除了可成以外，来创新高，啊，你还注意到一档股票吧 ，GIS 吧，啊 ，GIS 也是创新高，啊，那可成，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涨完，啊，那 GIS 你认为涨完了吗？你认为涨完了吗？很多人啊很奇怪，啊，低档区要跟他讲哦。你要布局啊，你要去买进，哎，他不买，哎，非要等涨上来了，哎，他去追一样赚钱，我知道了。但是你能够赚那么多吗？那如果后面再涨呢？我不认为说你能够去追，我不认为说你能够去买，因为如果说你在低档区没有买进啊，没有布局啊，我不认为后面的大涨啊，你真的能够赚到大钱啊。好，买进以后啊，它是创波段新高啊。哦，这个苹果触控的商机我讲很久了，我们的操作啊我讲过了哈，哦，没有证据不要拿出来讲了，啊 ，GIS 老师一定拿证据给你看嘛，1月23号来我们普通会员买的卖的，来证据给你看，3月8号来普通会员特别会员买进卖出的证据一定拿给你看，啊，后面就不方便了哈，哦，这是我们会员的权益了哈，哦，来还在讲吗？来环球金哦。目前为止，股价在高档就不要追了。我先讲哦，我股价都在低档去跟你讲，我不会在高档去跟你讲哦。那时候的股价65块哦，65块钱，涨一倍130，好，涨一倍130，130再往前涨，在200块钱一样略过了。今天来到230，我没有叫你追，你如果自己去追的话，你自己负责哦。我先讲哦，我先讲哦哈，我们准备要换股操作了哈，来。开盘八法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来，好，盘是怎么走？两点高盘，啊，后面的走势，加上我们神奇阴阳 K 线战法 DVD， 再加上我们开盘八法，好，最后一次的了哈，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次都在节目里面哈，那都开放10个名额，哦，那今天最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啊，以后你打掉进来也没有了啊，那老师的心血就在这2份 DVD 2本教材里面，啊，希望各位能够。利用这个工具书啊，老师现在目前为止在台上，我就尽量的帮助各位。如果老师哪一天不在了，你看的 DVD 你一样啦，功力一样不会减少了哈，哦。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脚步的，来记得来，
我们明天准备要布局这档股票啊。好，我们当然开放给各位打电话进来索取，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跟各位来做出个验证。好，跟各位来做出个验证哈。今天没有名额的限制了哈，直接打电话进来索取。明天有动作，我们会通知你。好，那今天会开放168，168让各位一路发重要的资料，麻烦各位来电索取。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安身立命的所在。10月9号今天，神奇阴阳 K 线加开盘八法隆重推出。骏达投顾严老师独创标股技术班，教您运用神奇阴阳线和开盘八法，精准介入买卖点和转折方向，立刻预约您的致富人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办理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分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